再过来看哦，一下孝公明年后生人进来建设喂，本土语言要强强就会没脱嘞。为了爱推广同传承本土语言，地方方呢就有当地挑创人千十万个人，也就包含同苗栗的台湾自然挑创人来放松70%客家的行业节目。还有落成研究招安客当地人的李斌庄先生，还有研究福报化、研究客化的邱祥元先生，面对每年的传承都是千十万的做。将大家准时的收听。台湾自然对今次经传出人工客家声，特别是苗栗界台湾自然广播电台，民国九十几年成立多年晚，用彩体身份、彩体文化做使命。为了服务某穷困的族群，当年除了是在听到葫芦花、方言、童年出名花来到语言的节目，还加入气象客家的节目，拢系公卡。这条路行起来本来就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啊，感谢呢所有的客家乡亲的支持。台湾自然天台呢，除了七九三万组以外，客家乡亲的支持仍然是最大最大的力量。谢先生已经念每一本书，人们同时劳农工父母界的病重先生。虽然是高的世界，但因为其对教安客的使命感，创业都先去研究，未希望同木尼全部立在后场。所以，我希望提一点，不论民政府或者偏一条钱，都鼓励着通过认真的核心，啊，好好含苗子片、含苗子片的，不认不认认真都搞着卡数，啊，尤其客家电视台含新闻广播的着，或者加做一条会用教安客的节目。啊，慢慢在透过名录，在银行卡甲推广出去。本土语言强强爱蒙语讲的，不过还是有东东人土地方点点建造，每文卡法是技术传落去。刚刚新闻综合报道。